时间是一个最冷酷的东西，他不会跟你打招呼就走了。Science can be, it's about moving forward and to use it as well as you possibly can, because we don't have much of it.时间其实每一个人都不知道他自己本身可以拥有多少，所以他的意义不在于长的一段。如果你不是全心全意地希望你今天的时间会活得比昨日好，那我们的时间就变得没有意义。做一段你觉得有意义有价值的事，不停地去进步，不停地改变，很可能当个时间需要它变大，它变大。最重要的只是可以带出他们认为我跟他们一模一样的那个精神，就是 Never Stop 的那个 Spirit。